家看看，远程操控，牧区高科技，关。1只2只3只4只5只6只7只8，一根木上一只鸟呀，出来了出来了，忘了关了，刚才赶紧喝。这是早上忘了关的，哈哈哈哈。热吗宝宝？热不热？他们回来啦，哟喂，这个恩心一路打起了几个呢，把阿德说啊，大家好，我是维嘎，我现在在赶路，刚到桑根达莱，从锡林浩特出发，我要去镶黄旗，是我们锡林郭勒盟除了我们休旗的其他个县城。这里镶黄旗呢是距离我们所属地级市最远的一个旗县，从锡林浩特就要走5个小时的路程，从我们休旗就更远，从我们家得7-8个小时，非常的远。我已经到了，从白天走到晚上，终于到了，找到住的地方了，条件稍微差一点点了，然后好像正好这两天有一个医疗界的大师要在这里看病还是讲课啊，所以人特别多，所有的宾馆旅店酒店都是满的，好不容易找到。今天晚上休息晚上之后，我们明天开工。一直没有告诉大家是什么工作，就是前几天湖南台的在我们家拍摄的一组这个特辑，我们现在在黄旗要拍最后的一个小故事，明天就开拍。有人说诗人如山，因为
高山巍巍，使人崇敬，我还要说诗人四海，因为大海浩瀚，无法估量。今天是教师节，祝所有教师们节日快乐，老师您辛苦了。